点点像酸奶的味道，好吃啊，好吃，味道特别鲜美。就是我之前都没有想过醋有这样的用途，我觉得这一点非常好，就是把一些普普通通的东西变成就是通过传性传导变成一个很特别的。中国做旅游博主，所以我这次来烟台真的是发现这儿处处都是美景，所以我拍了很多照片，然后我希望通过我的镜头把烟台美景美食好好宣传出去，然后让更多的我的中国朋友也是外国的朋友知道这个地方，然后有时间也可以过来享受这里的生活，享受这里的美食和美景。祝环渤海星球发展越来越好，爱在烟台难以离开。